引领家人共同打子女，29的曾孙子女，家庭和乐融融，百岁！我们掌声一下。我想取得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学位，班学院讲座及53期、58期法官班名师。有请呢，我们的侍女郑淑珍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，更成为我们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庭长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院长，奉献司法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那每个孙子女都已经大学研究所毕业，也都许愿。